中华县农会推广农业教育，在县内各乡镇农会进行树建会研习。其中，花坛乡农会树建会所推动的花棒、地棒作业组训练，经过全县26乡镇农会评比，是得到冠军，代表中华县参加全国比赛，也得到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。小朋友有模样，将花坛乡的特色万年花配合地道展现出来，就是这项特色。得到了全国各县市农会所举办的树根会比赛当中得到铜牌。花坛乡农会总干事今天的透早嘛特别前往花坛各中来颁奖表扬。中华县农会为着要推广农业教育，透过各乡镇农会树根会，亲临每一个社区举办树根会训练课程。花坛乡农会就是选择万年花来举办花棒、地棒作业组训练，让小朋友利用上课以外的时间，经过专业老师的教导，学习林地、品地技术。这次来到花坛国中是为了我们这次全国性的一个事件比赛哈啊，让花坛国中代表让花坛农会哈去参加比赛啊，很荣幸的得到了一个季军的一个荣耀。啊，今天特别来，感谢校长、老师还有小朋友的参与，哈，参与这次的比赛。大家都知道说，花坛农会在事件方面，哦，就是小朋友的作业组方面，哈，这几年非常的活跃，哦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更认识我们的家乡，更知道我们现在在推的一个食农教育的，一个主要的精神在哪里？好，希望把这些精神可以普及，好，从这个小朋友，好，来推起，啊，让这些农业方面的一个教育，哈，可以深植在我们的小朋友的心里面。花坛曾经是国内万年花上大的产地，虽然这项产业已经渐渐退市行，但是花坛乡农会这几年来透过产业再造，提供给万年花新的生命力。新中华新闻白明林花坛采访报道。